这上单塞纳都给我整出来了！国王万岁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！ 军出击！没投完，强迫症犯了，就让你难受。 捡不捡魂？不捡呐！这魂你都不捡？哇！你不捡魂玩什么塞纳呢，兄弟？什么戏呀？去！ 人家 AD 上单，你咋就不抓了？一整我玩个维克多啥的，人家就来了。哎，先沉默，开个 W 打技能，平 A 套点，德玛西呀！哎呀 ，fuck you 啊！哎呦我操！差一内内，你看人家这老兄弟刚他妈打完级。 追上！闪现追啥呀？我寻思我双 buff 拿了呢。 德玛西呀！切！别碰，我来了！想都别想！等六，等六就能杀了。
脸，随便脸。怎么里头有眼儿啊？他不能回家了呢，这还……哎呦我操！哎呦，完你妹了！连体婴啊！这样压不走肯定被抓呀。那我问问你，我刚才在塔下的时候为啥队友来打野来抓的，不是他们家来队来人来抓来了。你可以说刚才我这波压啊他来抓我行，那上一波他为啥来了？那抓不抓的不是说我压不压的问题，是他就想来。那他压我，怎么我家打野没来呢？不要一整，哎，我一被抓了，哎呀，你这样压肯定有人来抓，那纯属是放屁。那他压我时候，我们家打野咋不来呢？顺道。二速鞋有吗？没有二速鞋。德玛西亚！哎我操！这什么移动速度？350吧。赶紧回家出鞋。不出鞋，杀不了。这不越越不了，他有闪，再越我要死了，就直接就崩了。你现在吧，你都还好，你要是越他没越过，没越死，那我们就崩了。用不着插眼，哎呀，老叫我玩游戏你知道吗？平民大宝剑，喜欢玩上单塞纳，上单塞纳就他妈算了，还一直来人，打的人就很烦躁。这瞎子，红给他也没用，给他拿着，拿红也不干事儿。
发啥问号啊？大红他也不干事儿，给他红有啥用啊？我德玛西呀！切！我看你怎么补刀了，查眼儿啊，你查眼儿我就给你排了，我看你怎么补刀了，你出门我就砍你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我就在这一待，我看你咋办，我经验我也不让你吃，我就让你看着这兵线，我让你瞅着，你就他妈跟我在这耗啊，耗来，那兵线全没，一会儿我过去吃去，你吃粑粑。你要牛逼你就一个人你也别吃啊，你要厉害你就一个兵你也别吃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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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哎别没个大宝剑，哪来的呀这是啊。哎你不跟他打着的呢吗，这他闪现过来吗，他也没闪呢，他怎么过来的这人呢，那蛤子刚才不跟他搁那儿峡谷先锋打架呢吗，那打着打着跑我这边来了。狂风之力就不太脆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哎呦，我上！正义，我不上了。我看你有多少个亿？一会儿25秒有到，到好了我就越打杀他。一层塔皮也没吃着，哎，这皇子真他妈膈应！我切！可以，技能放了。转这一下，可以。You have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的移动速度正常来讲应该碾压他呀，把他除了吧。多兰顿不要了。生气了，可不生气吗？很生气。勇往直前。
一层塔皮也没击倒。他只要敢堵这个后排兵，我们就上了啊！我切！对，草丛轮。少了200块钱，小可爱喜欢守塔，这德玛西亚黄人咋这么讨厌呢？这么讨厌呢啊！别怕，我来了。怎么那么多人？差点钱，保家卫国。今天我要终结这个皇室的暴政。打个眼儿，没人等一会儿，这维英搁这打三郎，别着急啊！哎，我的三郎，老马西呀！去！操！这咋没死呢？小可爱给套盾了。三级大招肯定死了，炮盾了，炮盾感觉也死了，感觉是加血加炮盾。
不团了，这盖伦的英雄团不了，单带去。我是坚决不去，你们都不帮我，还他妈让我去，我欠你们，我才不去呢。那线上连个狗都不来，爱谁去谁去，我才不去呢。我自己在这单带挺好。我拿个600块钱，你咋的呀？我去，喜欢闪，我再见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！祖辈，救救！还追呀？能追上吗？这？哎，完了，这个一抽的，那没办法，还是跑得慢了呀，没有板甲呀。哎呦，这死哥伤害这么高！主要是这个小可爱呀、给加速了，这露露也烦，这把那黄子的烦人，露露也烦人，都挺烦人的，都是我们盖伦的天敌，那维恩也烦，是后悔了，我没给维恩给他办了。没有一个不烦人的，可不呢吗？维恩，我就是那维恩的玩具，你明白吗？我操，这死哥一个大佬半管这些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What? 我给你丫的回血。老王，大龙不去，去拆塔。拆塔自建儿，我准备好了，再见啦！有人管我就跑，没人管我就拆。使劲追，你追我就跑，维恩不来追，别人来追我就杀。给我干呢，
天才塔然后跑，来贴膜。哎呀，我跑了，溜了溜了溜了，还不走，那就是唯一的玩具，全玩具。别来我这儿，我就只能跟这么跟他们说了，别来我这儿，四个字，别来我这儿。没办法，那维恩，维恩我也没办法，我打不过维恩。你们不来，维恩来，那就让维恩跟我单挑，对不对？让维恩跟我单挑，那你们少个维恩，你们还打不过吗？正面少个维恩随便打，我们家 ADC 装备也不差，那少个维恩他们是个屁。维恩要跟我带，他就带，咱俩就带，无所谓。要跟我带，我就跟你带，反正正面少你，他打不过，我就往这一站。塞纳现在也变不成 AD， 这干啥呢？这又挂机了，这玩游戏玩的。一天打游戏打十把，有四把的挂机，40%的概率有人挂机。打着打着也不知道啥原因挂机，玩的是一坨 shit， 打着打着挂机。打大龙，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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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，快打龙，打呀！你他妈在中路还发育上了呗？那玩个日女，跟我在这发育呗？死哥再敢出来，直接一个大宝剑！高哥，高哥有什么用？死哥还敢跟我带？只要不是维恩，其他人全部都是玩具。包括这塞纳，回家不？不回家我就拆。回家我就跑。你说打呀，打龙啊！随便追，追不上，哎，随便追。随便去追，你看谁能追上我？不追不追，我就回来拆。塞纳他也守不住我，管不管？不管，我拆基地了。管不管？不管是吧？哎，我跑！减速！直接跑！管不管？管不管？管我就跑，不管我就拆。
哎，你回来了，我又跑了。哎，你不回来，我不回，我继续。德玛西亚，爆破别用啊！打够没？该我了吧？我去！该我了吧？没来，溜了。来个射箭，出个大魔抗。我准备好了。龙魂了，没资格啊！我们没资格去抢这条龙，抢不着。不去，直接去推中。中路塔能拆就拆，拆不掉就拉倒，反正他们打小龙我也管不了。不管，管不了。破剑者的拆中，再见，直接跑到上路，拆上路。队友四打二。一个家还剩一座塔，想想该怎么办。这死哥刷了280来个兵，结果没有什么用。我不团，我不团，我不打团战。我就偷。